京都念慈庵再次见到你，待会儿见。京都念慈庵再次见到你，现在继续。这里是由京都念慈庵冠名播出的《再次见到你》，喝出健康好肺，品味时光之味。京都念慈庵。今天我来到了黄土高原上的嘉县，听说啊这儿的人都很爱唱，很会唱，也很能唱。信天游、爬山调、劳动号子，对他们来说都是小菜一碟，信手拈来。他们的实力到底怎么样？我们就一探究竟吧。几千年来，这里的人们喝着黄河滔滔的江水，唱着祖上传下来的山歌，一首首陕北民歌宣泄着这儿的人对黄土地贴心贴骨的厚爱。陕北人张口即来的曲调是黄土高原上独有的人文风情。大伯，那问问您哈，您会唱歌吗？哎呀，你知道那个妹妹哟，我有个老黑，说字九十九下字搞坏走，热热闹要搞有一首，这么厉害的。那咱这边人都这么会唱，我听说咱这边出了个陕北民歌王啊，您知道他是谁不？我下肉，我下肉，我下肉最好。没错，这一期我们要再次见到的就是大家口中的陕北歌王王向荣。1980年，这个陕北黄土养育的农家娃代表陕西省进京参加全国农民汇演演出，拔得头筹，唱红了天。2006年获中国第六届金唱片奖。2014年、2016年连续登上央视春晚，《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》、《东方红》、《走西口》等代表作，让全国老百姓走进了陕北民歌，也走进了黄土高原。而且它的那种韵味，应该说是当今陕北民歌难得的一位。这位把陕北民歌演绎得淋漓尽致的歌王，如今过得怎么样呢？我现在呢来到了东方红大剧院，这儿呢正在举行今年的陕北民歌比赛决赛，王老师呢就约了我们在这里见面，因为啊今天他在做评委。哇，终于要见到了，还是有点激动的。那接下来跟我一起去见见王老师吧。我感觉应该王老师就是坐在最中间，然后现在还在跟着这个歌曲旋律在来回摆动。我们上午的比赛就到此结束，下午2点准时开赛，谢谢各位。结束了，我们去跟王老师打个招呼。呀啦啪，撒啦来，走呀嘛朝西赛，噗呀嘿。王老师好。
咱这个今年这个比赛已经是第八届了，为什么今年会在嘉县呀？这就说来这个很有故事了。嘉县本身是咱们东方红的故乡。东方红太阳升，中国出了个毛泽东，这是大江南北都会唱的歌。是，所以黄河边的县城，又是黄土地，又是东方红的故乡。所以种种原因，我真的觉得这个地儿啊太厉害了。您刚刚说东方红故乡嘛，其实我们今天上午啊也去这个街头随便找人唱唱歌，发现这儿的水平是人均民歌歌王的水平。对，但是在每个歌王的心中啊，他们说唯一任的歌王还是您。哎，那不敢，我经常跟他们说，你们叫我歌王，我不是很舒服，你们叫我王哥就差不多。王老师，我看您今天看他们唱歌可高兴了。哎，一看到他们以后啊，我就感觉我也年轻了。年轻小伙子，咱俩这气势蓬勃的，就想到我年轻时候那种精神面貌。那王老师，您今天带我们走走呗，让我们感受一下黄土地的魅力。行，你们想到黄河畔，咱就到黄河畔。你们想到黄土高坡，咱就到黄土高坡。行，我们到黄土高坡走一走，听一听您唱歌。好。我家住在黄土高坡。哎呦，一来这儿就感觉这儿特别有那种陕北的味道。对，我发现大家都会唱歌，尤其是大家聚在一起一起干活啊聊天的时候必须要唱歌。他骨子里边喜欢热闹。那您是啥时候开始唱歌的？不记事就开始唱歌了。不记事也就是说在母亲的怀抱里边就对他就开始熏陶了。当时您母亲跟您唱的最早的歌就是摇篮曲，对吗？对面哈来个老豆豆，头上戴个草帽帽，腰里肩个草帽帽，大月怪鸡游一游，蹦飞飞，我家水地了又白白，白头飞。我说老师就是我妈，她的歌，我说我听着比什么都好听。其实我们以前就老说这个农民的生活是面朝黄土背朝天，就是我嘛。我真的是觉得这次来了这儿对这个形容有了一个，对啊，你一看这个山景就知道了，对，有一个画面感的呈现。说我们老家九几年才能运上电了，你想一想九几年了，是在这之前没有灯，耕地只运的是老蜗牛，狗山呀都是赶着毛驴，还是几百年几千年一样那一种生存方式。从书本上看你外面这个人，咱们生存的出门是最起码骑的自行车，我还没见过自行车啥样子。耕地是拖拉机，人家点灯是用的电灯，我们还是煤油灯嘛，还是麻油灯嘛。你说我们一看呀，那个电灯啊，还说这个家里边明，路上也明，哎呦多幸福的一种啊，多豪华的一种生存环境啊。我就在这个山村里边啊这样待一辈子，白活了。直到30岁，王老才踏出了这片黄土地。时代的变迁藏在了王老的记忆里，也藏在了王老的歌声里。人们常说，只有经历过那段岁月的人才能把陕北民歌唱得如此荡气回肠。屋里看看呗，我出生的时候连这都不如，摇篮曲就是这种环境中，也就在这小炕上陪着我睡觉唱的。气得我们老命不吃，别在那炕沿上。哎呀，你看苦中作乐，再苦的日子有音乐都显得特别欢乐，就觉得很温馨。那在这儿大概长到几岁？7、8岁吧。7、8岁，到10来岁的时候就离我好一点了。哇，那到这个时候猛一看感觉就是宽敞一点。哎，宽敞了。炕也比那个原来那个好一点。是盘腿一坐，大家在这个在这聊天唱歌，炕上聊天唱歌。酒瓶里坐的是大曲酒呀，二人相好喝两盅嘛，那是一样嗨，一样圆。哎，这感觉比刚刚就是更加的欢乐有劲儿。那在这儿大概有多少年呢？有20多岁时候，这个
以前开始都七十年代。这边我发现最明显的改观就是家具多了，这个炕上有个小桌，就是我们现在客厅放的那个茶几，是吧？对对，拉家常嘛。那肯定聊的话题不一样。对了，改革开放了，就慢慢的好多了。嗯，一场观察大，好像那混太阳，观设一片新气象，人人齐欢唱。三餐老多子两不饿，高山水流长。王老师啊，我发现啊，你有个特点啊，走到哪儿唱到哪儿，想到哪儿唱到哪儿，就是真的太爱唱歌了。心天游就是想到天唱天，看到地唱地，想到什么唱什么，这就心天游。我听说啊，您还有一个小本本，那个小本本记录下了您会唱的歌。记录。哎，小本本多着呢，不是一本，不是一本啊，那个多少本子已经过去了。七八百首到上千首。那您今天带来的那一本主要记录的啥呢？我们看看好不？那行吧。嗯。啊，每一首歌他们的来源，哇，哎，和他这个陕北民歌的一些这个这儿有阐述吧？对，曲目表，对，歌词儿，哎，这还有这个歌的由来。对。哇。哎，这些资料您是从哪儿由来呢？是您自己整理的？一个是自己整理看资料嘛，看。二一个就是自己采风嘛。比如说到中干去找这些老艺人和这会唱民歌的，他们在唱咱就把它记。那王老师，我看您这么爱唱歌哈，您知道我们这节目每一期都会给嘉宾送个礼物，嗯，今天呢我们也给您准备了一个特别的礼物，我们来看一看好不好。啊，请您看。没事，再次见到您。再次见到您，很开心。湖南卫视啊，哎呀，这好，啊，知道这是啥吗？我不知道，这不是个话筒吗？这个可不是个一般的话筒，您拿出来看看。这个话筒呢，是您这个随时随地都可以拿着它唱歌的。啊，哎，哎，好的很。想唱就唱。我知道，就说您现在也会用这个陕北民歌唱一些流行歌，是不是在玩？啊，流行歌玩儿，蔡依林的热不落啊！是的，是的。我给你听，你唱一口，你改善一下啊。好啊。你在回忆里留下的脚印，是我，嗯。你在回忆里留下的脚印，是我爱的风景。我要做你日不落的佳人，今天的心把世界走遍。我有生一日不落的爱恋，存着爱的明信片。你就是今天，你就是今天我的爱恋。好可爱呀，啊，帅气，整个，哎，这个麦好得很，喜欢吧？喜欢啊！哎，他们以为我是那个兵马俑，我说你们这错了，我想说很能接受新生事物。还有一个什么什么二锅头那个啊，这一杯二锅头，哦，家的眼泪流，哦，三代金木头，哦，好汉不回头。我说在我们软不伦敦的耳根，你说什么我就相信。可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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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音乐顽童。真的，音乐是不管男女老少，不管老老少少，它真正能沟通你的心之间的。是的，是的。把这个代沟给填起来。嗯，用音乐填起代沟。对，我们这个民歌就好传承了。根植于王老骨子里的那份爽朗，是这片黄土地送给他最好的礼物。我和王老一同来到了民歌《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》的发源地，这首歌拉开了壮阔的黄河九曲，也拉开了王老与陕北民歌相依相伴的一生。哇，这儿真的视野好开阔呀。黄河故事多着呢，黄河文化也是我们中华文化的根和魂。对，我们把黄河的故事又讲好，就把黄河的歌唱好。
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这歌就是讲故事呢。你看看，说起黄河就有说不完的故事。咱坐在那边慢慢聊黄河的故事。哇，这真的是。看到这条河，看到河两岸的人，哎，这就是生我养我的地方。哎，现在就魂归回来了。到他身边就是到了自己家的靠头，到了母亲的怀抱是一样的感觉。我一辈子唱了几百首、上千首民歌，真正在全国和世界叫响的《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》，它象征着中华民族的这种精气神。只有这条河在这，中华民族还在这，所以这个唱的时候，它就是比较深情呐、啊，从内心里边反正。你晓得天下的黄河几时几道外，是几个那扫棍儿把船搬，嘿嘿嘿嘿哟，哎嗨哟。这种感觉，这就是有给你讲黄河的故事。嗯，那您觉得这辈子最骄傲的事儿是啥？最骄傲的事情，我把陕北民歌从一个无知一直唱到有知，背着一身的民歌走遍了天下，再就凭着陕北民歌让外面的人了解陕北是什么样子，陕北人是什么样子，陕北文化是什么东西。我觉得就是我这一辈子可以了。我们也知道您现在也收了很多的徒弟，是不是？我觉得在他们的身上看到了我的影子。他们只要能把握好，扎扎实实的能把每一首歌唱好，我觉得这些娃们还是很有希望的。对，我们听着也高兴，因为其实陕北民歌也是咱们中国的非遗传统文化，对，受到保护和支持的。对，在他们的嗓门当中呢，是把我们的陕北民歌呢唱下去，让一代一代人传承唱下去。对，我觉得这就是可能让您最欣慰的事儿。对，薪火相传，代代守护吧。王老师，其实见您之前呢，我们会有很多的疑问。我想，为什么您的歌很有感染力，也很有情绪？但是我见了您之后，我知道了，您这个歌是不可能唱不好的，因为您这一辈子就在用尽自己所有的热爱和全力来做好这一件事儿。就我觉得这也是让我们深受感动的地方。但是我们觉得更开心和欣慰的就是，您现在是满意自己的付出，看到的这些回报和成果，您是满意有自己这么多的徒弟，他们还在继续努力的唱歌。对，永远在前进的路上，看到他们有前途，我也就觉得光明。那王老师，我们今天呢也给您准备了一个惊喜，就在您最爱的黄河边上，跟我们一起去看看吧，好不好？好，走嘞，好嘞。王老师，刚刚呢，咱们是在那个山上看黄河，对，现在咱是来到了黄河边上了，对，您看那儿，哎呀，都是我的儿女辈，哎，孙子辈，是的，是的，大家都特别的喜爱您，对，都叫您一声老师，坚守，才有了他们这一代人现在的传承。哎，我看见你们都亲的不行了，是，可以说所有的都是我的学生，是不是？他是第一批学生，第一批李正飞啊，你看，这我说最小的一个学生，研究员，啊，你叫曲旺旺，
他们都是老家县人哦，我看见他们就是我，就是我的儿女。他经常跟我们就不但要把歌唱好，一定要做人，一定要把人做到前面，做好啊。我看见师傅就像我的父亲一样。哎，今天你看，咱们就特意也是在这个东方红的发源地，我们呢又跟这个新一辈的民歌手在一起，王老师也开心哈。那要不咱们一起再唱一下《东方红》，一起唱响新时代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来，来。东方红，太阳升，中国出了个毛泽东，他为人民谋幸福，呼海呀，他是人民大救星。喝出健康好肺，品味时光之味。京都念慈庵提醒您下期看点。屠夫学校的校长，传说中的北大屠夫，一个北大的高材生，居然跑去卖猪肉，卖猪也能卖出北大水平。常说呢，360行，行行出状元。来到这儿要见到谁呢？他现在又过得怎么样呢？一路流连忘返，在这里停下脚步。就这样经过时间，等下个春天。多少人走进过你的世界，多难忘他们的笑和泪，那些美好却散落的故事，我多想再次见到你。